陈彦霖博士爸妈必修课即将开播，赢得了全世界抵不上孩子一辈子的幸福，如何让自己成为有智慧的父母，享受亲子成长的快乐。陈彦霖老师拥有美国身心研究所整体心理学博士及多个教育相关的硕士学位，30多年来帮助过美国、亚洲、欧洲、澳洲等十几个国家的父母和老师，解决了无数难题。如何做个好爸爸、好妈妈？每周二晚上9点半，请锁定新唐人电视台《爸妈必修课》。